大家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平平安安，万事如意，恭喜发大财。那今天来菜园查看一下现有的。草莓，灯笼果，绿竹笋，药蔗，芭乐，田龙笋，地瓜，青花笋，进入开花期了，山药，这个是人参山药，黑番茄，一般黑番茄啊，要等到黑红的时候才是成熟。如果黑带绿的话，那就还火候还不够。像这一颗，这个就是黑带绿，这个火候要等到转红才是成熟。转红的时候，它吃起来就很甜。大甲豌豆，雪翠，菠菜，采收完长出来的小高丽菜，洋葱，柠檬，草莓，木瓜，朝天椒，红地瓜叶，芭蕉，芹菜馆，西洋芹，芹菜，拔叶
大陆妹。芋头苗。芥蓝苔，菊花芥蓝苔，开花。甘蔗。野菜。教你番茄。玫瑰罗曼。韭菜。